阮即马伫古坑，即个做红柑的，头拄仔个果农讲，讲即个做红柑，即甲碰柑无同哦。果农大哥讲的哦，好漂亮哦！伊个豆仔遐小块尖尖，尖尖。啊，若红起来的时阵，成熟的时阵，就像即粒安尼，红点点，红柑，很漂亮哎！光是一个橘子就这么多的种类了，对，品种好多。哎呀，榴莲、柑嘛、碰柑、红柑、木瓜，哇，真的深入农村了解一下，好棒啊！帅帅帅！古坑的绿色隧道，哇，好漂亮哦！真的好棒，好棒！哇，今天是礼拜二，所以呢有包场的感觉。哇，蓝天白云，很漂亮哦。很漂亮。这里是古坑的绿色隧道，哇，真的好棒哦！嗨嗨。哇，走在这个绿色隧道真的是神清气爽，很舒服的感觉，好棒，耶！谢谢姐。哇，我看到绿色隧道好美哦。今天因为是礼拜二平常日，所以呢有包场的感觉。蓝天白云很漂亮，哦，这风在吹，我够舒服哎，真的很美，很漂亮。这里是古坑哦，也很有名的绿色隧道。这个隧道我们今天给它包顶，包场了，耶、yeah! ！